我真的拼命帮他出一张唱片，就有首歌是我们帮他写，就是我每周大哥很多年哦，这个呀，对对对，就是笨小孩之后，因为我觉得笨小孩三个人，我们两个是歌手，他不是唱最好是他。很多人总以为因为这首歌，人们才将他称作大哥，但其实错了，正因为他豪情万丈，够大哥，所以才有了这首歌。在飞越黄河前，他在黄河两岸勘察时发现，这里的孩子很多都没有上学，于是他许下心愿，要飞遍所有标志建筑，并且每一次飞越都要筹集善款，捐赠一所飞越小学。可惜飞越小学也只捐赠了两所，他就因哮喘病遗憾离世。柯受良去世后，由于生前所有积蓄都用在飞越事业和慈善上，以至于家人连给他的葬礼都无钱置办。但正是因为他重情重义，所以尽管离世许久，刘德华帮他嫁女，张学友帮他养儿，众多巨星为他举办悼念演唱会，将所有收益全部交给他的家人。如今柯受良早已成为所有人共同的大哥，他用飞跃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，这里他来过，他也用这首歌给爱他的人留了一个地方用来寄托。